美女与间谍，川岛芳子与她的同事。川岛芳子左二拜访头山满座三，游子编男装女谍，一个真实的川岛芳子第六页。川岛芳子戎装下，其后结主编日谍在中国第118页被处决的川岛芳子，江子凡编着日本间谍全传第117页。活动在沈阳街头的日本特务沈伟一、王守勋等主编918事变图片集第32页。日本间谍在华组织系统概况表，日本间谍史稿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，日本间谍组成的满洲义军玄阳社成员，红贵乙编纂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第21页。在中国进行秘密测土的参谋本部固原村上千代吉，其化名为花田宽，华星时报2012年2月24日第11版。